水盖板刚好了。你知道大水怪最喜欢做什么事吗？就是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大冰块。你要变成大冰块？那个雪怪物。绝对不要被它变成冰块，只要被它的风吹到，你就会变成冰块。所以我们要跳跳。那个雪的怪物，它就不敢了。被喝水，它你就会变成冰块。我要请香香老师来帮我看，谁做好了，赶快来发给他，快点。我们要去打败冰怪了，赶快加油！谁做好了？谁做好了？谁已经做好了？加油！怎么这么厉害？哇塞！有太多头发了，甩一甩，甩一甩。的没关系，甩一甩，甩一甩。赶快站起来，我们来，第二，赶快去，去扫地，扫地，扫地。Okay.